下载 iTalk BBTV app，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疫情期间，加拿大政府真是可以争夺世界好政府称号了。除了发放各种救助金以外，还细心的为民众盘点了一下大家可能忘了领取的钱。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这其中有没有你的呢？根据加拿大税务局 CRA 的计算，有约10亿加元的支票躺在银行里，被加拿大纳税人漏领。这些支票可能是因为收件人搬家或其他原因忘了领取。为此，加拿大税务局可是操碎了心。今年2月 ，CRA 就添加了一项新的在线功能，以帮助纳税人领取漏拿的支票，而且支票不会过期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：在线登录您的 CRA 账户后，点击 Uncash 的 Checks 链接，然后你就能看到有哪些钱你没有领了。如果有的话，那小编恭喜你，只要简单填一下表，通过 My Account 在线上交或邮寄到 CRA 的 Sudbury Tax Center。就能领到支票了，但是要注意，一张申请表格仅仅对应一张支票。如果支票被损坏或者丢了等等，不要慌张，随时可以向 CRA 申请要新的。提交表格大概一个月左右 ，CRA 将会把这笔钱存入你的账户了。CRA 的报告显示，自该项目2月推出以来到5月底，加拿大人一共存了超过26万张原先没有领到的支票，总计6370万加元。除了税务局，中央银行也站了出来说，我这儿也有8.8亿加元的无人认领资金。一般来说，当联邦监管的银行一些客户资金，例如银行存款和汇票无人认领时，他们会在10年后自动进入加拿大银行被保管。银行称这笔遗忘的钱为无人认领的余额，可以搜索加拿大银行在线数据库来确认自己有没有忘记领取的资金。如果大家真有要认领的资金，则需填写在线提供的表格，并将其与一些证明文件一起邮寄给银行，然后在家坐等钱到账就好了。加拿大银行表示，去年已向交出合格认领表格的加拿大人支付了850万加元，合法的资金所有者有足够的时间来索取现金。央行表示，金额低于1000元的未兑现的现金将被保留30年，单笔金额等于或超过1000元的则保留100年。就业保险 EI 支票则成为了第三个被大家遗忘的金池。之前如果大家有失业的经历，那一定要关注一下这部分的漏领金额。就业保险 Employment Insurance 是加拿大人如果因为失业、患病、生孩子或领养孩子而不能工作时，都可以通过全国性的就业保险计划 National 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而获得临时收入。缴纳的保险金额是从法定薪金中强制性扣除的，通常只有自雇的人士不能享受这种收入。负责监督联邦社会计划的加拿大就业与社会发展部 ESDC 最近指出，截至2019年3月30日，其应该发给加拿大人的30万张支票中有 1.33 亿加元的支票，由于某种原因从未被领取。这 1.33 亿属于那些申请领取加拿大退休金、就业保险或老年安全金的人。ESDC 目前还没有在线查询漏领的系统，但是如果大家认为自己可能、也许、maybe 一定有漏取的保险金，则可以致电 Service Canada 人工服务电话1-800-206-7218。但是因为现在申领保险金的人非常多，因此热线可能常常打不通。如果你很幸运的被成功连接到一位 agent， 并且证实有漏领的金额，则在补齐证明文件后，政府将重新发出支票。大家不妨去查查看，如果真有漏领的钱，那就别愣着了，快把它领回家吧。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，请关注、点赞并分享，下载 APP 解锁更多功能。我们下期再见哦。